2012年香港小姐竞选终于曲终人散啦，冠军啊张明雅，亚军啊王心颖，季军啊朱千雪，咁做啲奖项啊嘛，好似最上镜小姐岑杏贤咁啊，喺翻屋企途中俾我哋记者见到，影下佢想问问题啦。不过睇佢落选之后，心情都系麻麻地噶啦，一路走一路都唔出声咁样，最上镜小姐唔想上镜、啊。不过争啲忘记咗，原来同车仲有季军朱千雪噶。去到佢屋企楼下嘅时候啊，我哋都系问下佢啦。网民就话啦，今年嘅冠亚军系支扒嘅，你又同唔同意呢？我觉得张明雅都实至名归噶喎。实至名归、啊。因为其实佢哋两个表现都好好。哦，你咁你信唔信一人一票啊？死咗 Surfer 你知唔知啊？我相信都系嘅，因为听好多人讲过话，佢哋想即刻投票都投唔到。哦，会唔会觉得好唔公平啊？都唔会嘅，因为我都是平平眼光。咁其实如果一人一票，可能系一样咯。喺记者面前讲得咁淡定，咁识做，睇嚟你都系准备食呢行饭噶啦。